Hello。you guys。又见面吗 ？Hello。怎么说？你们三位的共同点相并明显吗？什么？三人的记忆力都非常好，是吧？啊，好，括号的好。啊，引号的，真好。今天来记性不好呗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没有啊，记性记性。你们记性好。好啊，好，对吧？那我们今天要来选出你们三位当中记忆力最好的，最好的肯定是我吧。第一个游戏，我们这个游戏稍微先热身一下，好吧 ？OK。第一题，电子，张真源，演的。什么玩意儿？知道吗？兄弟 ，bro。什么东西？亮名字。光环下的少年。啊，过分，棒棒棒。棒棒棒！啊啊 ！Rich Rich 棒棒 ！Rich Rich 棒棒 ！Rich Rich 棒棒之推不是推人环节，推手游戏，推手游戏是垫子什么垫子？就是当垫子吗？榻榻米，那个榻榻米，他们俩撞。我以为是抽奖当垫子呢。这个是八个中文字。严浩翔撞向张真源。严浩翔撞向张真源，这是八个字。杨浩翔推倒张真源，杨浩翔推这个物料的名字，还是说就这个片段的名字？物料的名字。杨浩翔叫假期什么样的生活吧，大概叫。小厦门的假期生活。耶、yeah ，对吗？不对啊。杨浩翔，提示一个字呗。杨浩翔杀杀杀是第一个字吗？杀。沙发下的少年。沙不是沙发，推手。大战双人沙发，沙发推沙发，对，真想不出来。下下一个，再下一个，不要了。答案是什么？答案：沙发垫上推手大赛。打电话，李总借钱。这太多了，哎呀，是不是打电话借钱呀？买旗舰的，是啊，是啊。丁哥借的，还有一次，很久之前也有。我知道借一万块钱嘛，是吧？找李总借一万块钱。我是当事人啊，找李总借借李是吗？李总，李总借。孩子长大了，逼个答案。所以几个字啊？七个字。李总。谁是后部的吧？谁是卧底？我们有卧底。谁是卧底之李总？最后四个字是谁是卧底？是卧底啊，李总。谁是卧底？我也想说，是一个场景。场景。对，那我应该记不起来了。乌托邦谁是卧底？办公室谁是卧底？哇，下一题。对啊，看下一题吧，记不住。下一题。茶水间。茶水间谁能猜到？宋亚轩，李总办公室。五狮子，五狮子是，但是物流叫啥呀？新年快乐。五狮子，给李总五狮子，给李总拜年了。给了咱们。亚轩、佳琪、李总，除旧迎新过年。一题都答不出来。一共几个字？六个字。新年舞狮大会，李总舞狮大会。过年舞狮大会，公司舞狮大会，公司舞狮大会，十八舞狮大会，你们管理的时代舞狮大会，时代舞狮大会，时代舞狮大会，哎呀，差一点。下一个，误会，凌霄他爹，张哥，张真，张哥，误会。误会，误会呀！啊，说话呀！我想想，算了，别说。我想想了，我想想了。小时代，小时代，对，这是小时代。我等一下，时代夏令营。耶嘿 ！Bro， 你为什么这样啊？我都想不出来你为什么这样。What happened？ 游戏一的最后一道题，颁奖、领奖，不识抬举。你又知道了龙来美
接近我。来，楼婉，是不是？这还有统计总分啊？你有统计吗？一二二两分，你有你有你有分吗？零一二。接下来我们是一个一对一的游戏。你们俩先来吧，我先来吧，我做公证人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啊，小猪佩奇。我不爱小猪佩奇 ，sorry。啊，快点！我确实不爱。你又把它闻头上了。我成年人。小猪佩奇。我成年人。我成年人。杨洋美人。王者荣耀最新的 CG。那个对，啊，那我就说猪猪侠吧。甜心哥哥。啊？哦，你要是铁甲小宝。国宝特工。小宠物。西海妖怪大佬。机甲战士。我没看过机甲战士，就是那个威震天啊。快乐酷宝，快乐酷宝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那个神机小将，神机小将，神奇阿优，神奇阿优是啥？大耳朵图多了。哎，那我只能说一个你完全接受不了的，那就是小福儿子大鹏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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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因为记者他一直在这儿。雷神什么？我只能说一个。雷神。好，不看雷神吗？不看。你不看吗，威震？说不出来了吗？说不出来啊，都可以，你都说得出来这句话。我得，你叫我想了个啥？是吧？念念。念念，对，他就是念念。我不可能再看那个。我现在不看我的。宝宝，我输了，我输了，哎，我这玩不过他。耶、yeah。然后我全你玩，我让你了。有事儿吗？哎，这不是我说的吗？这他说的。有事儿吗？哎，那句很经典的那句叫啥？你别叫我。叮叮猫吗？是我说的吗？我哪说过的？你说过的，我记得。我说过、啊。你可以叫我程程吗？不是。你可以叫我心。你可以叫我。要。意想不到。丁二路。我服药。我吗？你要说个什么？就比如说你们曾经上过热搜的梗啊，让粉丝就是回。我倒立洗头。我聊完倒立洗头。嗯。有人想得出来吗？我败了。怎么老败啊？我交逼必败吧。真的想不起来。哦，对了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个那个、我本来想说这个。然后还有啥？打篮球。打篮球。打篮球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耀文。我是刘文。我今年五年级。我今年好几岁了。那我现在说重庆话还是？五年级怎么了嘛？我喜欢打篮球。五年级啷个了嘛？不得了吗？什么意思哦？你说吗？我以为你在问什么意思。不是他的口头禅啊。OK OK。不是。不是，不是他的口头禅啊。好好好。啊。啊，不是你吗？他吗？不是。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不是，喂，等一下。哦，他是，不是兄弟，他是不是，不是哥们儿，不是哥们儿啊，不是哥们儿。好难啊！你有什么口头禅啊？哦，对，这也是他的，好难啊，很难。他说的每句话，现在都会像是他的口头禅，我觉得。赢了，你们去输吧。输了，我输了。
吴俊的，不是，哪吒。我说我这么细心，说我喷了他们一脸。那你好自豪吧？太激动了，激动吐别人口水了。是哪吒是吧？对，第一题是哪吒。大家吐口水不算。我没有吐过水，不是夸张。我喜欢你啊！我喜欢你。你睁眼。等一下，什么？哎呀！谁遗传的我？我遗传。大时代，男儿哥。不是，他说你儿了。我说男儿哥。大时代，我摁的，你那没？我摁的。不是，大时代在下面。我在下面，好，你在下面按了。明白。什么？严总，我按的，我认得我。我按了一下，你得说。没有空摇的，按了。啊，疼啊！我，等一下。来了，没听到，没听到。出去。什么菜在放的？哎，我知道，别放了，别忘了，我知道，说，别忘了，别忘了，后面就下一个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少年什么少？那个我们的少年，少年时代，再放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我没有这首歌吗？是傻瓜，来一遍。哎呀！哇丢！哇！一分！今天的惩罚非常残酷。早说呀，我就好玩了。哎呦！小雨！哎呀，你这么不能好啊！哎呀，不要唱的和气啊！哎，内裤都是。醉，我真的是醉了。嘿，小野，哎呀，侠，哦，侠，牛块。你要快了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要快了，也要幸福，全世界。你别开玩笑了。这叫我，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你猜的吧？哇，我这都知道。我只是好想好好玩，但我一好好玩，你那什么瘾啊？到底？我惊呆了，老铁！别装了呗。好了。你好啥呀？你好啥呀？十大宅男中最可爱的人是谁？小轩。小轩。我都说的，我明白了。我把三个字说他脸上了，他自己说出来了。你自己说自己，我不相信。算吗？不算，是一题吧。不算，是一题吧。不算。时代峰峻最帅的人是三二一。刘雯霖。你说谁？李飞啊。这题三个人都是答案。这分给他吧。不，魏总。不对，不对劲。时代峰。有问题。你们说啥？我刘雯啊。李飞啊。不对劲，哎，你是时代峰峻的，你笑啥呀？对哈，原来直呼大名是啥意思啊？对不起，不是因为激动，头脑就不是控制。时代少年团吃火锅必点的菜是三二一，麻豆豆。慢了 ，timing 太慢了。你说他反弹，我说毛豆，我说的毛豆，我说的毛肚，我也没说毛肚。你要你不是，我们俩都开了，毛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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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俩吃了。我咋听到一个土豆呢？因为你说的豆，你说的土豆吗？说的毛肚，说的土豆，我说狗说的土豆。
啥？我说毛肚啊。我咋听到有个谁说的土豆呢？那只能你说了，只能你说。我说的毛豆。毛豆土豆都是一个豆豆。来下一题啊！时代少年团最喜欢的花是三二一，你唱下去。康乃馨，我说杜鹃花。嗯。我都没说，我们团花就是不配拥有姓名，是吧？没有团花呀、啊？对啊，我们有团花。咦？不是，团花不是爆米花，绣球花，绣球花，兄弟。今天中午你最喜欢吃的菜是？三二一，土豆牛肉。哇，我俩居然我说土豆牛肉，你也是的哦。因为我刚刚吃啊，太吃了，厉害了。时代少年团最喜欢听的称呼是三二一，爸爸帅气。你说的啥？哎，什么？他说帅气。我说的哥哥。时代少年团最喜欢的动物是三二一，狗。你这妈的！哎呀，我们加三分多好啊！不行。时代少年团最喜欢的颜色是三二一，蓝色。你为啥是蓝色？我一直喜欢蓝色。时代少年团，我们俩都对了。你说啥？他说蓝，你说啥？黑色。我也说黑色。哦，黄色，我本来想说。那对，我们又为什么是说黑色呀？黄色呀？黑黄色啊？对啊，黑黄色啊。对的。丁晨曦最选的发型是三一张俊元。哎，不是，都说张俊元，答非所问啊！他死了，他输了，没说一样的就行了。那我说钝角呢？我讲第一题我都说钝角，不行，没有意义。他最选的发型是张俊元。张俊元的发型啊？我觉得最起码还是要合理，是吧？合理，至少得是个发型。爆米花，你说啥？你说啥？我没说啥。小宋最喜欢的交通工具是三二一，汽车。你再玩一会吗？再玩一点，聊会儿，就是，聊汽车，聊会儿，我会喊河啊，聊，你是哪里人？我靠。我开始困了，我这，哎，汽车，说完了。刘耀文最喜欢的运动，三二一，篮球，慢了，来，按住，慢，快，给，奋斗大点儿，个子脾气好老大。你别，我都不好意思说这句话。来。跟胜利者拍个照，两位小弟，跟胜利者拍照了。耶！嗯。接下来输了的亚轩跟耀文接受我们的惩罚是汉口型，打电话给李总。你打电话。为啥啊？打电话的人会稍微就是。我不打电话，猜拳呗，猜拳输了打电话。师傅，石头剪刀，给我出布。猜拳上吗？石头。布。布。选什么吧？我选。说话停啊！打电话的那个。你是打电话的？快！来，戴上耳机。OK 了。OK， 来吧。整吗？好戏开始。哎呀，喂，李总。我们现在在拍节目啊，OK， 然后我们在拍节目，啊，一二三。啊，真的给我打电话了？对，真的要打电话哦。啥事儿啊？要配合录制啊？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你要说什么？喂。你好吗？喂，啥意思啊？我都不敢说话了。哦，喂，哎，你们是不是要有什么事儿啊？搞得我都不敢说话了。啊，要砍柴了吗？砍柴？我也不知道。
哎，我都不敢说话了。你他们是什要是有什么特殊的设计吗？一起吃火锅吧。哎呦，我真的不敢说了，怕说错。啊，喂，李总。哎，你们在录什么？你们是在录那个咱们公司的，是吗？帮孙轩买个包，他说。哦，这个可以，我能做到的。啊。他订个也要。啊，都行啊。还有什么吗？但他说那个包他们就要100块以下就行了。100块以下的啊？那行，我们公司正好要做一个包。我们周边要生产一个包，一人送你们一个吧。可以、啊、好，打广告的啊，100块钱以下是可以做到的。行，好，辛苦，拜拜李总。行就可以了哈。好，拜拜李总。录完了。好，再见。严峻的惩罚，太严峻了，我好尴尬呀。Three， 没事了。沈波，喂，你好，波，波，干嘛？吃饭了没？可以吃过了，也可以没吃。沈波在吃啥？沈波在吃凉皮。要不要？来吃点儿。极限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啥？你在说话，说什么话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什么暗语？极限怎么说？极限，挑战。底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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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啊。我朋友说，干嘛？那个有效果啊？小菠萝，你老能？你爸？你老爸？干啥呀？他不说话了。干嘛？啊，干嘛？这个该再说就说不下去了。说啥？我说你好笨啊！啊，拜拜。